三百，搁一个啦。诶，三百哦。搁要准备大个无？啊，是到咱要卖百货，要卖一百多，才看卖。百货。搁咱要卖一百七千，百货落一百五。一百五。小家庭的一个人家落百货。百货。百货。你便宜哦，便宜啊，姐哦。感谢你啊，啊，金融三四五六七，来八来九来十，大哥，一百五你才十条够哩，唔免五百，三百咯。你那边这个菜都要送哩。 哦，去就来哦。无，这袂来，这等下要出菜咧，我大互你刣衫，你剁鸡肉无当，三百对无？我贵。来，我来，我来把它送你啦。啊，你把我无把一支鸡肉来啦。迄支迄支袂来，迄支送你无？我我搬一支。买啥？香水哥。香水哥是讲要做伙，还是不咧弄？上面去来啦，来，迄个来大哥，你这位有两万，这个大哈，这来拢买三四万。哎哎哎。哦，歹势，因为可以用一个吼，歹势啊，大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你红地咱敢有做？有啊有啊，后壁泡者。来，我卡大卡后你。之前几个？哎呀，这我来讲哦，我之前人话你全部拢爱买一份咯。我甲你讲，啥物原因是啊？我要求恁拢爱买一份，你看这啥物物件？我甲恁讲哦，卖讲鱼啊啦吼。 连鸡肉、连猪肉、鸡脚有千无千，我相信恁两日就只拢看有啦。莫大水，莫大啦。这毋只叫现做的鸡肉、鸡腿肉，这毋是平地啊杀好的五块起来卖，你只要先端咧，你有价哦。分鸡分鸡，这叫现切出来、现做的鸡腿。这个鸡腿人硬嘛，这规支鸡腿全部拢无骨头的哦。啊，完全拢无想了关味哦。你当下哦，看要烧烧的盐甲煎出来，也是要做三杯鸡，拢凊彩你要做麻油酒，你欢喜咯。今仔要食这个人硬的鸡腿，我花五百，花四百，拢做唔免。 爱食大鸡鸡腿，一样要上楼啊，三百哇！来三百哦！恁两个菜只独煮鸡腿，看偌济钱啊？恁家去去去啊，捧看卖来啊！你看，这个巴拢现切的，这是这个红鸡红鸡啊！来，鸡腿上面煎的，人用鸡腿三百块呢。三百。诶，三百。恁到底也要食什么鱼啊？讲哦，今仔鱼也袂足济去啊！我今仔鱼啊，真正特别糟糕济来啊！三百要食这个鸡腿的无？诶，三百哦。真正的就好食啊，三百有啷么煎的无？ 鸡腿够啦咩啊？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只有十个人个三百块呢。三百，有啷么煎的无？我来讲我自己个哩。全部拢无骨，人呢嘛，这顶块拢有写，六两鸡腿没有骨头的。啊，系啊，这鸡汤要煎起来做好食啊，七炸锅皮块用着胡椒粉，自己个哩，自己个上哩，来唔免五百，慢慢四百，三百上面煎呢。三百。有要食迄个鸡腿的无？三百块呢啦。三百。三百啦，诶，我唔捌福州的物件，客家话来无看的。 我这个物件，这阵啊卖拢会抢的，三百上面真的。三百。有哪要煎鸡腿的无？三百。我来讲吼，一个人加价钱了无？三百。一个人。三百。一个人加咩了无？三百。卖讲无半的。一个人加咩鸡腿三百？有哪要煎鸡腿的无？三百。三百哦。我这个哩，不放过。三百哦。我这个哩，这个哩，凊彩啊。我来讲这个哩。 唔是甲你放五百，要放一台啊！我这个哩，这个哩，这个哩，拄好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去攞，唔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上面。三百。有啷么食这个六两鸡腿无？三百，有啷么骨头的？三百块呢？诶，三百哦。有啷么煎的无？三百。三百。这三百够无？这真正想下吧。 你恁遮卖着上，卖着上下的价钱，来，我这个个哩，六两的，六两嘛，我这个个来。啊，来，这盘鸡腿你个买袂落，你去菜只剁一支就拿偌济啊？我来讲，安尼落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个真正买袂着啊，六两大鸡拢无骨的，三百啦。三百一个。来，过来要食六两鸡腿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三百个，人要煎的无？三百。请我记着。谢谢。 你讲人想要买啊少，你唔捌食过这个鸡腿，想要试一下无？卖三百，卖几啊个？两百嘛，要来试一下看卖百五块，有要试一下百五。来百五嘛，你有想人要买啊少的无？百五块。诶，一百五可以哦。有人要买啊少的无？百五咯，一百五。诶，百五。拢有啊吼，都无用处啊。来三百块，要三百来。你啊，这只只变啊，这只啊，这只鸡哩，啊这只鸡哩，三百块，够买百五的无？诶，百五。百五嘛，无要紧啦。有啊吼，来，我那个收起。 大哥，今仔个要鱼皮，厝够有无？买来吗？来鱼皮片。
我先甲问，阮大十组来就是买五包，我无爱陪你甲问。你甲问看，伊只要来看到我，伊若有欠，这就是一家五包，这是赔。你无安大哥看有钱无？好、哦、来，这一包一斤啦，唔免五，唔免五包，唔免四包。来，你买两包，我食好嘛，拢无饲个啊，两包了。来五包了。来三包你。来边啊来。来五包你。你买偌济？两包啦。各位一回哦，全部没有了，最后一个200块。来来来。不爽。阿拄仔遐是恁朋友嘛？这个啊，沙包哩，干你会当买咧？我透四两，这个牛肉不哩少一块啊！你会当买五包的人？我存这五块要去入边，唔免啦，沙包你健康食。阿哥斯，沙包是袂。来，小智粉红色的沙，阿姊也冒出来，加一包生姜叫伊。啊，你有人要食鳕鱼无？鳕鱼有人要食无？啊？叫。四千五，我无走咧。原来我无走，起来啦，上边来。阿姐，我今晚赚偌济啊？零二四诶，王家，零二四就是一千二十四、二十二的大地，啊，之前一千三十地啦，啊，一千三百地就是叫做大地，你晓得啥？你我随个买，我抽一注伊啊，抽两注伊。来算你要只，免一千五百我咯。五百五百啊！你上面只只大地算你。五百多，安老帅不会走的。来，五百上面只啊。来五百。这桂林来的大地算你啊，这大地啊，这一条要五百块个。这地够你，这地够你，今仔日所有人加新加钱，这地够你啊！来五百来，这里，你扣了你才活动啊！五百够要来无？五百来，啥物？扣起来，无啊！来这五百够要来无？鳕鱼，五百啊！这只大地哦，这吹了袂起水哦，这八个会甜哦，够要食。来，干够要黄鳝鱼。来，七百块够够。来，看头前啊！看下对起来，头前一个哦。看下对起来。那个真结婚了，五百个有要吃的无？五百来来。这十地，你挂了你就怎活动啊啦？你是讲我包饼包到大到国国的，来五百个要吃蒜泥的无？无啊。来五百啊！地拢安尼啊，这一条五百几块啊，要甲吃紧啊。够要来无？对。右左边。看一个，最后两块上大地，一样五块同的。我买啊。最后两个最大片的我留到最后，一样五块同的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些鸡腿排全部给你的啦，这全部这样啦，这黄米的哦，这不是柠檬的哦，你要柠檬的还是原味？柠檬的没料啊，剩下原味的而已哦。你才两九分而已，啊，无一样九分啦，一两百一两百，好不好？两百多还好，一万多，我阿志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哥，是啊，五六七八九两百。好好好，你等下等下等下，真简单，真两三时，后边啊拄啊好，拄啊好哟 ，OK 啦，就伊三十块，等一支啊，慢慢行啦，就伊一支啊，咩就伊三十块啊，我靠，我沙茶羊肉还够有咧，我唔知咧，车感冒啊，啊这两箱是我玩的，红色一箱是我，你去后边包，记个，记个，来这箱你先买买，回去后边包就好，这简单的啦。即我真久无食，我甲叫啊！即鲜汁卷啊！即之前台中一间餐厅，我扫到一个，我前后一堆拢叫扫去啊！即啊，当然用煎的就足好食啊！鲜汁卷，即强强有名啊！即我之前就袂足好啊！一个人我来讲，即全部啊，睇下就袂好。即我刚才咧斗面，即皮了就足香个啊！即全部五个人计搞咩？五个计钱全部，唔免三百二啊！五个钱计啊，计了一百块，即这样是好食啊！即我袂之前就袂足济啊，一百块了。这里啊，真真切切有够芳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无啊，一包。两个啊，哇，你有两个啊？包五分，包五分。啊，我讲要画啥？三个，这边袂对。三袋，起来，这个三袋油麻面啦，包一个一两块块，这不麻烦。不是，来啊，先起起送啊，看这波大波的拢送上啊，这下边拢会接啊，恁下边的在座拢会接啊，支持我嘛，拢会接来。看者，来要我送啊！这上好的牛奶，你有买物件，只要举手就好啊！大龙的，大龙的，玻璃上贵的，一罐外口六七十块的来，咱送伊。哦，等我一下。你这大加起两罐老伊啦，三罐拢系你的，是嘛？来，你先送你一瓶，你有买物件，你手举起来。来，你有送着吗？有啊有啊。来来，一瓶我送的啦。爱芳啊，送三罐啦。爱芳送伊三罐啦。我台北路的，来。再给我二啊。再 OK 啊。上上来啊，来，文笔一定要上哦。文笔我上。文笔嘛，做字，文笔我加一挂落去。
来，哎，阿志哥加一罐落去，粉红色的，我嘛足支持啦。粉红色的，阮比你个加一罐无两罐无，个有人无送到的无？美女啦，来者，你这一定啊，来你嘛两罐，你要带你两罐补者，补一下，来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啊，恭喜你啦！来，过来，好吃的。个人无买物件，无买物件送一卡，大家拢有，莫讲无买无送，这一卡你。谢谢，这也是做礼貌，做人谢谢。上一届康青还过感谢，谢谢这个老一世人你拄无第二个，你知道吗？薯条对不对？上面薯条。对了，薯条那么好，又给了。薯条要吃两包，我了。啊，两百呀！我这黄金脆薯一包百，两包三百，三包这个帅哥应该我要做最高，我印象中啊，嘿，我薯条真正好吃啦，四包你吃看卖，两百了。两包。为了要吃薯条无？薯条粿，咱们讲这是脆薯啊，这间公司的薯条，你莫小看小吃了。啊，两百哦。薯条啊，薯条无啊，准一百了。没了吼。你看，咱们讲这布丁酥，这嘛做好吃，这内底这黄梅这咪奇怪啊，内底这黄梅甲奶油这真正的，给你吃香滚滚，这一包百三只啊贵，这比薯条还贵，两包起啊啦，拢无啊。两百块了，两百。写的如意书啊，有啊，迄个无啊，迄个要紧买，搁来要下去啊，即马起价有够咸。我招三个人过搞买这个玉米布丁酥，你食看嘛，气炸锅真正好食，一百了。来百。咱来煎看嘛，气炸锅食看嘛，真正好食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哦。有人要来无？高雄。哪家？一百个要来无？一百。来百哦。再来，再来。来我倒退。最后两个人过一百数啊。一百哦。来小，这就有咧收钱。来，谢谢哦，这两包一百上面。